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传说，时光胶囊不仅可以封印回忆，只要你握着它，默念咒语，就能回到想回到的过去。那咒语是什么啊？我不想改变未来，只想重拾幸福时光。我记得一个时光胶囊只能自己使用一次，一次也只有一个小时。管它什么规则啦，试试看就知道到底是真是假啦。好诶，终于说好了，不能偷看，等三年后我们再回来。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实现心愿，2021的我们就能穿越时空，帮助现在的我们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们。噔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这给你。谢谢。这给你。希望三年后的我们可以一起回来打开时光胶囊。Cheers。 现在时间为5月14日早上9点，接着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，死者为大二男学生，目前初步研判为自杀，现场遗留了一条手链，更多详细内容与事发经过仍有待厘清。等一下，这条手链是一挺的，对吧？时光胶囊，说不定一挺的死和写在时光胶囊的秘密有关。对，可是你现在相信那个传说吗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也只能相信了。但是，我们这样偷窥他的隐私，以一挺的个性，知道一定会气到跟我们绝交的。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而且你也不想当初是谁擅自偷看我的信后跟我告白。对不起啦，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你嘛。没事啦，如果你没有偷看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就不会在一起啦。现在这么做可以救一天的话，我想他是不会怪我们的。学测失利后，我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，开心不起来，还一直失眠。可是大家都对我有很高的期望，我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。没想到一婷真的是自杀，不算什么朋友啊，连他的心情都无法察觉。你不要再自责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回到昨天劝一婷。快，你的时光胶囊呢？我不想改变未来，只想重拾幸福时光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一婷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一婷，你怎么会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啊？我本来就有在顶楼吹风的习惯啊，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倒是你们来这边干嘛？一婷，你真的没有打算？没事，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一婷，你先过来。不要离冰冰那么近，很危险呢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江少俊这冒失鬼就算了，品熙，因为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是那种没事会冲来找我的人吧？对不起，一婷，身为你的朋友，竟然没发现你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我？你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你们偷看我的信？我们不是说好3年后要一起回去看的吗？我那么努力的隐藏情绪，
都想靠自己解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擅自打开我的东西，毁了这一切？别过来！丽婷，放开我！不要！我们回来了吗？原来丽婷不是自杀，而是我们亲手害死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脾气，你的时光胶在哪？你快点给我，我们再来去一次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成功。江少君，你难道还不懂吗？时空的复杂程度根本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上次我们回到过去，害死了依婷。那这次呢？谁能保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而且，我们只剩下一次机会。如果这次真的出事，谁也救不了我们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吗？品熙，我真的办不到。等等，我有个想法。如果时光胶囊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呢？你是说我们回到2018，将时光胶囊销毁？只不过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快点开始吧。我不想改变未来，只想重拾幸福时光。等等，如果没有时光胶囊，你怎么跟我告白？我们怎么在一起？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你刚刚为什么不说？我们先等以前你看完再烧掉，再过5分钟他就会来了。不行，时光胶囊一次只能用1个小时，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。可是，这样不行啊！我就算没有他，我们还是可以确认彼此的心意。所以，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准备这个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喂，怎么了？我刚看完医生啦，最近好多了。好啦，不用担心我啦。你赶快去吧，拜拜。